老师来分享今日的信息。你讲到的话是过完后，上帝与伊做基督了；复活后，上帝立他为基督了。大家过完节平安，过节平安。咱常常咧讲生日快乐。我们常常说生日快乐。过完节的时候，咱互相讲一个过完节快乐，好唔好？过完节的时候，我们彼此说过完节快乐，好不好？你身边的人，你身边的人，过完节快乐。互相祝过完节快乐。过完节快乐。Happy。这个复活，不是干那耶稣从死复活。这个复活不仅是耶稣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复活嘛，我们是计划咱生命不断换新的日子。这个复活也是我们的生命要不断更新的日子。唔知你有注意一项无？咱拢伫咧讲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我们都说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有啥物无同款？耶稣基督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耶稣是做这个人的名。耶稣是他的名字，这个人的名字。伊对玛利亚又是生下来了后，这个婴仔甲个名叫做耶稣。他出生之后，这个小 baby 的名字就叫做耶稣。基督这个名字从哪来？你敢知？基督这个名字从哪来的？你知道吗？你够快了。从复活之后。复活了后，彼得宣告讲：“这个耶稣。”复活之后，彼得宣告说：“这个耶稣。”恁是以色列人啊！恁定是伫十字架底架顶的这个耶稣，上帝已经设立伊做基督了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定在十字架上面那个耶稣，神已经设立他成为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是这个人的名。耶稣是他的名字。基督是伊复活了后，成做一个救世主。基督是他复活之后成为一个救世主。所以基督是什么意思？基督是什么意思？救主，这个耶稣，伊今仔日要做你的救主。耶稣今天要成为你的救主。犹太人的概念，这个救主就是弥赛亚。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这个救主就是弥赛亚。弥赛亚意思是上帝特别拨一位。弥赛亚的意思是上帝高抹的。以前若要做王，迄、那个王要做王的登基的礼典，一个就是爱予人家换油。以前的王，当他要就位的时候，都要受膏抹，他才能就位。这个耶稣是上帝特别来换油。耶稣是神特地帮他受膏的。拣选伊来做弥赛亚。拣选他来成为弥赛亚。做你我咱的救主。成为你我的救主。这个弥赛亚有另外意思。这个弥赛亚还有另外一个意思。逃放者。解放者。解救者。释放者。解救者。Savior。这个救主。成为一个救主。OK。所以今麦过来，咱来看这个耶稣。我们再来一起来看这个耶稣的牧师 PPT 可以按的时候。你看到道庭这，这个行出约翰一个出来的时，我们看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，行出约翰身边有一帮学生在跟伊。施洗约翰旁边有学生跟着他。但是有时行出约翰跟伊学生行，就来看到耶稣。有一天，施洗约翰跟他的学生走在一起的时候，看到耶稣。这个行出约翰开始讲，看上帝羊羔。施洗约翰说是看啊，上帝的羔羊。看上帝羊羔。看啊，上帝的羔羊。结果伊安尼介绍了，讲迄个耶稣就是上帝羊羔了。当他这样介绍完说那个就是上帝的羔羊之后，耶稣约翰家己学生才跑两个去跟耶稣。施洗约翰的学生跑了两个去跟随耶稣。你知耶稣约翰心情真大。你知道施洗约翰心情很郁卒。耶稣约翰迄个时，伊偌济群众伫咧对耶稣约翰。施洗约翰那时候有很多人跟随他。结果看到耶稣，看上帝羊羔。当看到耶稣说：“看了上帝的羔羊。”因两个上要紧的还是转去对耶稣做呀，做领耶稣做主。两个最重要的人就跑去跟随耶稣。因为时间怎样，这个耶稣后来讲是上帝羊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耶稣是上帝的羔羊？不是除去世间人的罪，又是除去世人罪孽。现在这个上帝特别抹油拣选的耶稣，
这个是上帝所高抹、所拣选的耶稣。为了做犹太人弥赛亚的耶稣，要来成为犹太人弥赛亚的耶稣。后来说把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一个真不可想象的一个逆旅。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道理。两问题是，当咱的信仰进入到这家。在讲到人在上帝面前拢无完全。当我们的信仰走到这一步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。你看，咱的人生有真多错误。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犯许多的错误。这些错误要怎么解决？这些错误我们怎么解决？外面拜拜的人，人伊也搁会杀猪刀羊，有遐个猪甲羊会当赎因的罪。外面拜拜的人可以杀猪杀鸡来赎他们的罪。那搁较善的，因会当抬价，对啦，你肯定提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咱拢有伫咧抬猪、抬价，然后咱的罪安怎处理？我们都没有在杀鸡，也没有在杀猪，我们的罪怎么处理呢？古约时代的人嘛，伊嘛也搁有伫咧献祭、抬羊啊，对不对？以前的人还有在献祭、献羊。因为你唔是拜拜的人。你无抬猪、抬羊、抬鸡。亲爱的，你不是拜拜的人，你没有杀猪，也没有杀羊，也没有杀小鸡。你也不是古约的人，古约时代的人在抬羊，你也拢无。你也不是旧约里面的人，你也没有在杀羊。请问你这你我咱一世人，咱一世人犯的罪，咱要怎处理这个问题？请问小二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一生所犯的罪，你要怎么处理？遐有一个创造生命的上帝。有一位创造生命的主，有一天，伊放你伫世间几啊十年了后，你还等于见伊。有一天，他让你活了好几十年之后，你还是要回去他们家找他。刚才伊嫌我讲出来，讲过好多话，我才搞出来。那变伫世间咧找一年了，你要等于见这个生命的创造者。你在世间。活了这一辈子，到最后你还是要去回到神的。为人真认真打拼。有些人很认真，成就一个起造型的人生，成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人生。为人真平淡懒惰，很多人很懒惰。为人是破坏型的人生，有些人是充满暴力的人生。但这个人生走到最后倒落去，倒落到伫上帝面前，要安怎处理这个？这些人生当你走完的时候，你回到神面前，你要怎么处理你所犯的这一切的错误？因为在这个信仰里面，上帝替咱陪伴，我们才有一个对上帝要所陪伴的羊羔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上帝的羔羊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这个弥赛亚后来成为上帝羊羔，这个弥赛亚最后成为上帝的羔羊。伊要来除去世间人的罪，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。自从你的信耶稣那一日开始，自从你信耶稣那一天开始，因为亲爱的姊妹，你看咱的两千观众，伫信耶稣真侪伊的学生了后，咱的罪伊拢替咱担去了。今天当你信耶稣之后，你的罪，耶稣基督都已经帮我们担在他的身上了。咱个拍着头啊，你讲吗？我刚刚讲。从今仔开始，你看咱拢唔免拜拜嘛，唔免搁抬猪刀羊抬鸡，太棒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再拜拜，也不用再杀鸭子了。下当抬来，咱三脚抬，饮食无要紧，总是咱做耶稣替咱担了。我们可以一起聚餐，我们的罪神都为我们担当了。尊贵的耶稣，搁活了后受接纳，真多。基督弥赛亚救主生命的逃放者的竟然牺牲自己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为我们献了这个生命，成为一个解放者，成为一个弥赛亚的人，竟然牺牲他，为我们牺牲他自己。耶稣一生的使命，耶稣一生的使命是什么？在道边遐，有一个痴迷的在着看见。德饼就是左边有一个瞎眼的人看见。有一个拐影的，讲摆脚的，当得着行路；瘸腿的可以行走。有的太高的在后边，迄个太高的患者，然后伊会当得着医治。得麻风病的人可以得着医治。头前只一个妹妹，
一个赶鬼查某囝死了，来找耶稣，耶稣让死人复活。耶稣也可以让死人复活。耶稣医治所有受伤的、送药的人，让因有福音通听。耶稣医治所有需要被医治的、心灵欠缺的人，让他们有福音可以得着。上帝的子耶稣，上帝的孩子耶稣，以敬虔这么尊贵的身份，伫咧接触这世间所有身边拄到每一种无同款的人的需要。他用这么尊贵的身份去接纳所有任何人的一切，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。因为你甘是耶稣的学生，你是耶稣的学生吗？你对你身边所有足侪人的需要，你有责任无？你对你身边所有人的需要，你有负起这个责任吗？我高中二年的时候，老师伫周记遐，甲我写一句话，我到即句记得真清楚。牧师国中的时候，被老师在周记里面写红字。甲我写一句话，讲我是一个我独善其身。牧师是个独善其身的人，老师提醒他。敢若讲，老师的目睭中，正在王正在这个学生是来顾伊家己的。在老师的眼中，王正才牧师只顾他自己而已。这句话我永远记一下。牧师永远记在他的头脑里面。但是我这句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摆公开讲，我要把这个老师说你看错人了。牧师要跟这个老师说你看错人了。在那个时代，我没时间和跟班上的人做时间无所谓话。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，牧师没有任何的时间去跟他们一起同乐。我下课了后，真侪代志要做。牧师下课之后很忙。我嘛无钱，他嘛参加学校所有只个，因为我老爸唔爱用钱哦。牧师没有钱可以去参加学校的活动，因为他的爸爸没有给他零用钱。但是我离开学校，我的生活真无闲。但是他离开学校之后，他的生活非常的忙碌。我教会所有的活动，我拢无一项参加。教会所有的活动，牧师都有参加。因为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。今天基督徒不应该是独善其身的人。你的人生到底多久不知道？你的人生多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你要享受不对。你要享受没有错。人生若无好好享受，爱也无在。人生如果没有好好的享受，真是可惜。但是享受是对自己好，享受是对自己好。有一日，咱来搁对上帝交代，向上帝。我想你若讲享受一世人，了上帝，我享受一世人，了上帝问我你做啥？但是你享受了一辈子的人生，有一天神会问你说你做了什么？我想这里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耶稣三年半的工作，三十岁出来，三十三岁过身，伊做的时间到今仔日也咧影响这个世界。耶稣三年多的传道，一直到现在，都让我们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。哎，这是彼得第一摆人生第一摆，伫耶稣四个月了后，这个惊影，走起伊的彼得，不倒转来伫耶路撒冷，然后徛起来伫耶路撒冷正人的面前，伫遐伫咧做这个第一摆工作。第二章，咱来读一下，好唔好？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，当年华裔来的来。以色列国王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圣人耶稣的神圣使命，很清楚地由上帝借着他所行的神迹、异能、奇事，向你们显示出来了。这事你们自己都知道，因为是发生在你们当中。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来先见，早已决定把耶稣交给你们，而你们借着不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，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，因为死亡囚禁不了他。加彼得第一拜讲道，彼得第一次的讲道。以色列同胞啊，你们要注意听我的话。以色列的同胞啊，你们要注意听我的话。拿撒勒人耶稣一生的使命在这。拿撒勒人耶稣的神圣使命在这里。二十三章，上帝照家己的预定，将这个耶稣
交予恁。二十三节，他说神预定把这个耶稣交给你们，但是恁却借着人的手把钉死的。但是却借着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今仔日主要是上帝将足侪恩典交予恁。今天神也给你很多的恩典在你的手上。宝贝，你安怎样在显处上帝的恩典？到底你怎么处理神给你的恩典？耶稣是在迄个两千年前，上帝给两千年的人，迄时代的人的上好的恩典跟怜悯，因就把耶稣定死的。在两千年前，神给他们以色列人最好的礼物，但是他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即马咱来注意咱家己，咱心中真正上帝吼，咱足侪恩惠。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身，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很多的恩惠跟恩典。你有好好显出哦。你要好好的使用。有人犯罪，软弱的耶稣误用定时点。有人犯罪软弱的时候，把神钉在十字架上。全能上帝搁把活更新，搁可以变做规日的水的路，水的路。耶稣又转过神，让他一起跟他入天堂，进那个乐园。上帝又重新把它回转，把人的恶，把人的错误重新把它回转过来，所以你要死的所在，上帝可以复活。所以在死的地方，神让他复活。嗯，而且真要紧的，来，咱第32章。32节，我们。33章到36章，咱到底打的那天五岁的第一号的来，这位耶稣，上帝。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真实的得胜人。他已经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，也从他父亲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以色列全体同胞，你们要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设立他为主。所以。出世的那位叫做耶稣，所以小 baby 被取名字的那一位救主叫做耶稣。复活了后，上帝设立高升伊。复活之后，神设立他高升他，可以做咱的救主基督，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基督。所以这个耶稣，上帝给伊复活。这个耶稣，上帝使他复活。这个耶稣，今仔上帝给伊设立。这位耶稣，上帝使他坐在他的右边。我想这个正边、倒边，那是咱人的概念。左边、右边是我们的概念。在天堂，上帝无安。在天上不在，上帝的正手在哪里？在天上，上帝无所不在，上帝的右手在哪边？这是我们的概念。这是意思是，这个国外主耶稣在上帝身边。主将这个上要紧的心怀权拢在伊手了。这个意思是，耶稣在上帝的旁边，掌管所有的权柄。啊，这个复活的耶稣，伊顺服伫上帝一生的旨意。这个复活的耶稣顺从了神给他一生的旨意。上帝对他设立做基督。上帝设立他为基督。做弥赛亚。做弥赛亚。做主。主。做救主。救主。做逃亡者。解救者。做拯救者，释放者，做赎罪羊羔，赎罪的羔羊。然后嘛，通过咱通过耶稣基督的连接，咱毋忘你甲我，你的罪已经无去啦，你已经成做一个自由的人了。盼望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一个罪被赦免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一个拥有新生命的人。所以你的新生命要对这来开始。所以你的新生命要从跟耶稣基督连接开始。众人听到彼得第一摆讲到了，心情凄惨。众人听到彼得第一次讲到之后，觉得扎心。这个错坐不住上帝所赋来的怜悯，咱竟然把伊抓去定时的，那要安怎？我就怎样做啊？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棒的人在我们身边，可是我们却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彼得跟因讲，第一你要悔改认罪。所以你们要悔改认罪。所谓的悔改，就是回到转，过去恁行的路唔对方向啦，回到转。悔改就是要请你转回去，转向回转向神。因为伫咱人生的路嘛，足侪时阵咱行了唔对，你若要回到转。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，我们也很多次走错路，但是你就要回转。第二，
伊就甲因讲，恁要奉主的名来受洗礼。第二，你们要奉主的名受洗。归入伫耶稣的名下，做耶稣的学生。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。第三，伊也伫咧讲，恁若安尼做，恁的罪要滴入下面。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们的罪要得着赦免。第四，讲恁若安尼做时，恁每一个人拢要领受上帝要给恁的应允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要领受上帝的应许。你要做上帝的子。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你的罪要滴入下面。你的罪要得着赦免。你要做上帝的子。你要做上帝的儿女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一切拢换新了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所以对遐开始，因就无搁拜拜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不再拜拜。所以，所有人领受到这个了后，四十二节讲，你就来咱到边读第四十二节了。四十二节，我们一起念。对，来，阿门。因听规彼得话了后，因心气察，因伫咧敲锤，因伫咧问，阮都爱做啥物？他们听到彼得的话之后，他们觉得扎心，他们在寻找，他们想要改变，他们问说：我要做什么呢？彼得甲因讲讲了了后，因每一个人真欢喜来领受，所以因不断后生问的，都爱去到许多面前甲因请教，然后因热心参加各种的团结。因三个伫基督的教，伫基督的团结内面享分享这个爱宴，三个祈祷，三个平时娱乐，因就开始伫咧过一种的信仰的生活，团结的生活。我说方基督，我实在不道德呢。我们请牧师替我翻译。好，是这样的翻译，哪有这种翻译？他们领受了之后，他们有什么问题都到使徒的面前，不断的请教，不断的请教。各位，假如你人生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不断的谦卑，勇于开口领教。你会成长，你的问题会得到解决。然后他们不止这样，他们又热心参与团契生活。在这里说团契生活很重要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任何的团契，不然的话，你个人的热心跟角色很容易就退却，就冷却。OK， 所以在基督里面的生活，请大家一起来。这里有哀宴，这里有祷告，这里有各种灵修的生活。邀请一起来。那这位手牵手的上帝，让来分享自己的团体，然后当心合意，有上帝做见证。OK， 你有听到这些话？你有听到这些话？你有领受这个道理？你有领受这个道理？对吗？我们伫耶稣基督的名邀请你。我们要。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邀请你，邀请你三到五分的基督耶稣与你一般这个圣餐里头，邀请你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。这个圣餐不是灵光教会为你一般，不是洪进财牧师阿牧师替你一般。这个圣餐不是永福教会替你预备，也不是王牧师，也不是我替你预备。这个圣餐是对主耶稣基督开放给世间人。这个圣餐是耶稣基督要开放给所有的人。过去教会有一种的概念，讲本来受圣餐的人，都要圣洁无犯罪，然后才当来。过去教会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你要来守圣餐的时候，你一定是要成为一个圣人，完全不能犯罪。所以你若有犯着什么罪，叫长老叫牧师知影，你就来禁圣餐。所以当你犯罪了，被牧师跟长老知道，他就会禁你的圣餐。所以做唔到代志的人，无资格拿来受罪。所以当你做错事的时候，没有资格来领这个圣餐。牧师甲长老真大，牧师跟长老很大。但是人细里，要拢呛话。但是如果不小心，我们就会变成自大。你
这个圣餐是耶稣的耶名的罪人来做邀请。因为这个圣餐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所设立的。所有罪人啊，你欢喜领受这个邀请，三到五分在上帝国度的生活吗？所有的犯错犯罪的人们啊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？咱三到五分在做一个。我们一起跟神同桌。咱三来一个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主，我感谢你的疼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爱。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么疼我。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么爱我们。伊成做阮赎罪的羊羔。你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。除去阮所有人生的过犯。除去我们人生的过犯。予阮有机会用一个清洁的良心站在上帝面前。让我们有机会用一个洁净的心站在神面前。上帝啊，我感谢你。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赏赐我们复活的耶稣。赏赐给我们复活的基督。他是我的救主。他是我们的救主。他是我们生命的主。他是我们生命的主。他是我的老师。他是我们的老师。他是我的门。他是我们的门。我对这个门进去。我们要从这个门进去。我们同他是我的路。他是我们的路。我们对这条道路要走到上帝面前去。我们只要走这一条路到上帝的面前。今天我们用欢喜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。我们今天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。因为我们要跟耶稣同样。我们要跟耶稣一样。我们的生命要亲像他。我们的生命要像他。他一世人尽心疼上帝，疼身边所有的人。他一生尽心爱上帝，爱他身边的人。我年纪那大，要那亲像耶稣。当我们年纪越大，我们要越像耶稣。跟上帝那行那活。跟上帝越走越近。跟艰苦病痛的亲人朋友那行那活。跟身体有病痛的亲人越走越近。我那里祈祷感谢，多谢你。阿门。